火车特洛伊。你好，特洛伊，今天真美好，不是吗？哦不，特洛伊，看起来前面大堵车了。那台车动不了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好主意，特洛伊，让我们去汽车城寻求一些帮助。要见到新朋友了，你激动吗？哪一位能帮助我们疏通交通呢，特洛伊？哦，你觉得那个看起来像一辆拖车？我们应该把它带回车站搞清楚吗？哇哦，特洛伊，看看他是怎么装车的。好的，我们走吧。让我们先卸货拆包。这太惊人了，特洛伊。缺少了什么，特洛伊？没错，我们需要那个。嗨，拖车，你好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是汤姆吗？很高兴看到你，汤姆，欢迎来到汽车城。特洛伊，汤姆的工作是拖车和修理汽车，汤姆正是我们需要的。汤姆，让我们把堵塞的交通清除。你可以移动莉莉吗，汤姆？她出故障了，还挡住了路。太棒了，我们知道你能做到的。嗨，莉莉，很抱歉你遇到这样糟糕的事儿。汤姆会带走你，然后修好你的。好了，汤姆，现在倒车，并用拖车钩拉住莉莉。这太棒了，汤姆。现在请把它带回到车库去。再见，莉莉，感觉好多了，再次感谢汤姆。